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經已截止，獲得超過700幾個選委提名的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自然成為全城矚目的人物。雖然李先生的政綱尚未公布，不過他的競選口號已經公開，他的片言隻語的訊息已經引起市民和輿論熱烈的議論。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呢提名期截止了，當然人選是大家都矚目的，不過他提出來的參選口號啊，以及他有一些若干的評論啊等等呢，都引起大家議論。再加上有人就認為，不單止講人選，目前的香港或者是國際背景呢，都是我們應該要考慮和研究的。好啦，我哋今請嘉賓同我哋傾下佢點睇今一屆嘅行政長官選舉啦。我哋嘉賓前立法會主席曾玉成，阿曾，你好。係，我就開場白講咗幾句咧，就係有啲朋友咧，有啲學者就話，唔單止係講人選，但係市民都係大家都關心人選啦。但係其實嗰個當時當刻嘅國際中國或者係香港個時代背景咧，都是一個我們 要研究和分析的，是不是呢？這個背景我想也都跟人選關係很密切，或者可以這樣說，我想相當多人都會覺得就現在的就中央屬意的這個行政長官的人選呢，也都是由於現在那個國際形勢，由於中國將什麼放喺即係考慮到香港嘅嗰個角色嘅時候，將乜嘢放喺最重要嘅位置啦？我諗都係咁嘅，即係呢個坊間好多人都有咁睇法啦。係，咁所以而家李家超先生就大家都眾人矚目啦嚇。即係李先生佢一個政綱未寫出嚟，不過咧佢嘅口號就話同為香港寫新篇章啦嚇，同寫新篇章。嗱，呢個新篇章嘅含義，是不是都有個承先啟後的問題？即是說香港在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呢，都叫做是新的一個新的起點，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我想要等得你要詳細看李家超先生的那個政綱才可以有這樣的結論。好，老實說，每一次行政長官換人的時候，即是政府換屆的時候呢，即新就一定是那個即新任行政長官提的口號來的。你留意，即我們即還會記得五年前即林鄭月娥她即出來參選後來當選即講說話的時候，都是用這個新字來到去作為那個核心的。你明白嗎？即施政，我們叫施政的什麼新風尚，即這個理財新哲學，都是講新的。因為你這個也是這個政府換屆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給公眾一個新的希望，就是帶來一些變局，是這樣的嘛。那就是怎樣變化呢？那就是要具體要看看李先生的那個政綱，然後才可以評論得到。除了這個新字，即是剛才你說的和歷屆的行政長官都可能是比較類似呢，其實我想起你說起那個口號，就是我記得林鄭選舉的時候，她那個政綱那本書的封面，那個題目叫做即是與你同行嘛，是吧？即是跟現在這個共寫篇章呢，其實都是類似的意思，都是跟市民，即是站在市民和市民一起的這個角度，這個都走不掉了，應該這樣說，是不是？沒錯，我覺得這個是你可以說一般人的那個期望都是這樣，可以這樣說。但是我們看得到，第一即李先生都強調要變革，我們留意到譬如民建聯 都一早提出來要變要變革，這個就即反映了呢，實際上李家超呢都即我諗佢理解或者佢承認呢，
香港市民咧有好多對嗰個現狀咧都係有好即係好多嘅意見嘅，即係都有唔滿意嘅地方。好啦，咁啊強調要變，嗱強調係新，仲有咧強調真係要嚇，即係實實在在解決問題嗱，即係佢即係佢係做實事嘅人，係要解決問題。讓呢個市民咧，即係真正有呢個獲得感嚇，即係解決嗰啲所謂深層次矛盾。但係我哋諗翻轉頭，就即係有時係咁講啦，即係都即係即使喺上一屆林鄭啱啱上場嘅時候咧，都係咁強調嘅喎，都係要做實事，都係要解決呢啲深層次嘅問題嘅喎。嗱，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大家即係我覺得市民會認真嚟睇啦，到底我哋呢個新任嘅行政長官提出啲咩切實可行嘅一啲建議出嚟，俾人哋見得到咧？哦，係喎，咁樣做法落去咧，就真係解決到我哋嘅房屋問題啊、貧富懸殊問題啊等等咧，咁樣係咪啊？作為公務員，有豐富嘅行政經驗嘅歷練，咁我哋亦都有人都會批評，即係話林鄭幾年嚟講，可能佢最缺乏就係一個政治領袖嗰種氣魄或者嗰種。氣場啦，我哋叫氣場啦嚇。咁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值得我哋去研究嘅問題咧？呢個當然係啦。嗱，我哋好老實講，即係回歸以來，我哋即係四任嘅行政長官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都即係各有佢嘅即係明顯嘅嗰個弱點嘅。即係第一任啊，董先生就即係大家好清楚咧，即係佢本身咧就係即係講到明，就我唔搞政治，咁後來都唔得啦。即係後來即係你推問責制成成，佢都知道，即係你老實講，管治啊離唔開嗰個。當然你即係個行政長官本身就一個政治領袖，你走唔甩㗎啦，係咪啊？咁就所以即係到阿曾蔭權先生咧，佢就吸取咗呢個阿董先生嘅嗰個經驗教訓咧，佢就強調係要做政治嘅，係要做政治領袖。佢嗱佢好清楚嘅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即係四任嘅行政長官咧，就以曾蔭權係最即係自覺地係要去即係從事一個即係政治領袖應該想做嘢。咁但係好可惜，因為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由公務員隊伍嗰度嚟。佢老實講，亦都冇即係認真豐富嘅，即係所謂政治歷練。咁啊，即係有啲嘢出嚟就即係唔係咁，即係未必一定達到佢想要嘅嗰個目的啦。但係佢有呢個心咁去做。嗯，咁啊，梁振英先生咧，佢就一上場就碰到一個比較大嘅呢個即係障礙，即係佢即係當時嗰個原因，即係喺社會上，以至到喺立法會裏邊啊，甚至政府裏邊啊，可能即係。佢即係同佢有抵觸嘅呢個因素比較多啦，咁啊變咗即係佢發揮起上嚟亦都有困難，咁再加上遇到即係佔中啊等等，即係比較大嘅一啲政治嘅風波，咁係佢一上場冇耐就嗰個反國教嘅風波啦，同埋跟住又佔中啊等等，咁變咗咧即係你即係。亦都你可以話咧，即係個過去並唔係有好豐富嘅呢個政治歷練嘅人咧，一下要面對呢啲問題係比較大挑戰嘅。咁林鄭咧又係啦，你正話講即係佢最初上場嘅時候咧，大家對佢都有好大嘅期望，因為佢係即係所謂好打得啊嘛。咁佢真係喺呢個行政方面咧，佢係好即係。好多經驗啦，因為佢自己覺得對於公共政策好熟悉，咁所以即係所謂嗰三個 peer 啊，即係呢個政治、呢個行政同埋呢個政策，就似乎係呢個即係佢政治嗰方面弱嘅啫，即係政治都咪政治公關同埋政策，咁佢最初即係只係承認嘅政治方面嘅弱，但係實際上你一推行到，即使係公共政策，如果你遇到社會上有爭議嘅時候咧。你如果你的確你冇一個政治領袖嘅嗰種，即係你正話講嗰種氣魄啊，係有時咪就變咗寸步難行咯。咁所以一去到2019年嗰個局面，咪即係應付唔到咯。係嗱，正話講起話，李家超先生知道，李家超先生因為佢係
佢係一路紀律部隊出身啦。我哋係回歸以來第一個係出身於紀律部隊嘅人。咁啊，近期都好多人講咗好多即係讚許嘅説話啦，即係指出紀律部隊出身咧有啲咩優勢啦。咁所以我哋即係睇睇咯。係嗱，正正係講起呢個紀律部隊出身咧，同我哋開頭講嗰個即係國際同埋香港嗰、那個時空嘅背景咧。即密不可分有呢個關係啦，即係亦都睇到，即係話會唔會嚟講，李家超先生，因為佢舊年嘅六七月份已經開始做政務司司長，所以佢嗰、那個不管佢幾時下決心去參選行政長官啦，但係佢心理上同埋實踐上面嗰個準備咧，其實係有呢個條件咧去做一啲咁嘅準備，係可唔可以咁睇咧？我咁睇，即係正話，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講話呢個國際嘅形勢同埋呢個喺新嘅呢個國際嘅政治環境之下，香港喺國家嘅發展當中所扮演嘅角色，就係、是、成為中央選擇嘅李家超先生作為我哋嘅新行政長官嘅好重要嘅因素啦。我咁睇，即係你嗱，譬如又講翻五年前。五年前當時中央選擇了林鄭月娥作為這個行政長官呢，給人的印象呢，就當時中央是比較重視或者希望即這個新任行政長官呢能夠有效地所謂叫做修補撕裂嘛，是嗎？你記不記得？所以林鄭她一上場就說這件事了，即係最近就播翻佢，即係過去呢五年嘅一啲即係講過啲説話啦。佢一上任就話：我而家最重要嘅工作咧就係修補撕裂。咁當時大家都覺得佢，因為佢似乎從各方面咧都可以即係能夠溝通得到，咁啊可以起到呢個作用。好啦，嗱，到今日我哋睇睇，即係中央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所強調嘅係咩咧？一講親香港嘅問題咧，中央如果強調嘅，首先第一，是一定要維護我們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個就放在即是重於一切的，是即是維護國家安全，不能夠容許在香港呢有任何即威脅到國家安全的一些情況出現。那這個一個呢，還有也都是近這段時間很強調的，一定要防止外國勢力去干預香港的事務，所以即係維護國家安全、防止外國勢力干預咧，呢個就變成係呢段期間即係國家對香港嘅即係你可以話即係最認為最重要嘅嗰、那個這個因素啊，管治嘅要素。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偈。繼續收睇時事大破解，我哋今日嘅嘉賓係前立法會主席曾玉成。阿曾嗱，正話我哋講起呢個背景，所謂背景啦嚇，即係正話你講到，譬如話國安法嘅呢個問題，完善選舉制度，外國勢力嘅虎視眈眈，即係國際同中國嘅嗰個西方嘅較量等等等等。嗱，仲有另一個好重要嘅背景咧，就喺林鄭在任嘅時候咧，即係呢幾年咧。即係香港要明確，即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呢個十四五規劃入邊有一個不可替代嘅角色。嗱呢樣嘢咧，有啲人就話李家超先生同經濟界或者工商界嘅關係唔密切，會係一個短板。但又有人調翻轉頭，包括佢自己都話咧，我正好。我同呢個工商界冇咩密切關係咧，正正係冇咩利益上邊嘅衝突等等，減少好多敏感。嗱，呢個問題係咪都係值得即係我哋俾啲信心嘅咧嚇？咁我都接受呢個講法。嗱，
我哋認為，如果從呢個角度講，即係話點樣去領導香港，即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咧？李家超先生嘅優勢咧，就第一就係佢其實因為佢一路由即係紀律部隊出身，咁然後又做呢個喺保安局做過，跟住又做過呢個政務司司長。嗱，佢喺同內地嘅嗰個合作方面咧，佢係冇問題個。即係老實講，因為各種嘅原因啦，我嘅印象咧就喺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即係紀律嘅部門咧，同內地嘅合作係好緊密。咁啊嗱，佢加埋佢即係喺過去呢段期間抗疫裏邊所扮演個角色，變咗亦都係即係同內地嘅嗰個溝通合作咧，就佢即係總之即係李家超咧。在內地由呢個中央至到地方的政府，對他完全一啲都唔陌生，同他合作是已經有一段時間，有好多經驗啦。咁呢個一個優勢啦。你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咧，如果你即係同內地根本都即係溝通唔到咁，就即係一定好大障礙啦。咁呢個對他嚟講冇問題。第二個咧，就我亦都同意呢個講法，即係正正係由於佢過往係。並冇同任何喺香港嘅嗰啲即係財團嚇，即係啲經濟嘅呢個集團有任何密切嘅關係咧，咁使到佢咧就即係冇咗一個即係冇咗個顧慮啊！呢個亦都係咧，佢而家雖然比較遲嚇，即係今次嗰個行政長官換屆選舉咧，係大家都見啦，嗰個時間係進行得比較遲，咁佢出嚟咧。就你見得到，譬如喺選委裏邊，尤其是商界嗰個界別，好多人支持佢。個原因咧，就即係冇乜人覺得佢係屬於某個集團，即係覺得喂佢做咗咧，就會我蝕底咗喎，會另外一個集團著數咗冇。咁啊，即係呢方面咧，佢變咗比較容易保持一個即係比較公正嘅啊一個咁嘅角色咧，咁係有利於佢同嚇，即係香港嘅呢啲各方面嘅呢啲財團啦、利益集團一齊合作咧，嚟到去參與呢個譬如大灣區嘅發展啊咁樣。但係咧咁喎，即係我哋講話你能唔能夠即係真係好成功地有效地？領導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得唔係講緊話你同啲財團有冇合作關係喎，係你嗰個有冇呢個視野，有冇呢個識見，即係你對於嗰個國家發展大局你理解得點？咁呢個國際上邊，即係去到今日啊，即係呢個中國嘅呢個我哋國家嘅發展喺成個世界嘅大局嗰度，我哋嗰個即係位置係點樣？角色係點？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呢度咧，又要有啲乜可以扮演咩角色啦？呢個咧就唔係話你同某一個集團、某個財團關係密切問題喎，係你對於即係譬如基本嘅呢啲甚至啲基本嘅政治呢個政治經濟學啊，甚至呢個金融啊，國際嘅金融啊，甚至金融科技，你有冇認識？有呢咁樣嘅頭腦啊？去即係理解得到啦，起碼係一啲新嘅呢啲概念係咁樣喎。如果唔係，你永遠即係當然咧，亦都有好多朋友講係啱嘅。行政長官咧，其實唔係要凡都正嘅，佢自己都咁講，佢自己都咁講，佢自己話唔一定凡都識嘅嚇。係咯，係嘛？你揾到啲叻人幫你得啦嘛。但係叻人幫你嘅同時咧，你都要對即係嗰啲最重要嘅呢啲咁嘅呢啲學問啦，係要有一啲即係你要理解得到先得㗎，係嘛？譬如你有一個金融專家同你建議做一樣咩嘢嚇，提出一項建議要做嘅，咁你最後拍板嘅可能你都要有份㗎嘛，咁你都要知道我做呢件事咧係咪真係對香港好啦？咁你都要有個判斷㗎嘛。咁呢樣嘢咧，我哋仲要睇，即係睇下阿李生佢咧。到底即係嗰個喺呢方面能唔能夠駕馭得到？係嗱，雖然佢政綱未寫好啦，係佢嘅口號出咗嚟啦，
咁同時咧，佢有陣時啲片言隻語咧，我都覺得有啲人都認為有啲新意嘅噃嚇。譬如佢話，我會做嘢係用結果作為即係呢個標準啊，即係結果為本係嘛？咁啊程序咧意思要遷就嘅咁嘅意思啦嚇。嗱，作為公務員，作為資深公務員，作為紀律部隊嘅公務員背景嘅話咧，佢嚟講呢啲説話咧，係咪份量會有啲唔同咧嚇？嗱，我覺得呢個係我認同佢呢個講法，就你所講，佢作為紀律部隊出身，作為喺我哋呢個香港整個即係公務員架構裏邊嘅，即係長期喺香港呢個公務員嘅架構裏邊服務嘅一個人，佢講出呢個説話咧，我認為係有針對性。我覺得即係我唔知係入邊啲人向佢提呢個建議咧，係有好明顯嘅針對性。針對咩咧？就因為過去呢段期間係有唔少人認為香港點解嚇呢個似乎多年來啊有好多嘢咧都停滯不前咧，突破唔到咧，就係因為呢種即係所謂叫 A 好字講嘛，即係公務員嘅心態，嗰啲框框限制咗。而呢個框框點嚟嘅咧？正正就係因為啲公務員出身嘅人咧，佢係非常之重視程序，乜嘢都要按程序，一定要按本子。嗱，你唔能夠即係離開即係呢個程序嚟到做任何嘢啊！一定要講喂，唔係咁做嘅喎。喂，呢個書唔係咁講喎，嗰啲例唔係咁講喎。嗱，咁咧近年咧就有啲人講喂，香港而家啲問題積累得咁緊要，如果你冇一啲突破框框嘅思維啊，會係啊，書裏邊唔係咁講，過去又冇咁做過，冇先例，但係我哋就係要突破呢啲嘢。如果你冇呢種咁嘅突破嘅呢個思維咧，就又係即係棘住喺處係做唔到嘅。咁譬如包括近期講話啲咩土地啊、房屋，喂，你係咪要即係拆牆鬆綁？其實講咗好多年啦，唔好俾一啲咁樣嘅框框限死咗啊！嗱，咁所以咧提出話，我係要以呢個結果為目標。我睇嗰個問題咁樣做法，我咧就即係當然唔等於話我唔守規矩，我唔按程序，但係我唔能夠俾個程序限制咗我，使到我達唔到目標嗰個結果。明明如果我真係照足你啲程序規行舉步咁行法咧，我係冇法子做到嘢嘅話咧，對唔住啦，我就要突破啦。嗱，我都係有種咁樣嘅一個邏輯喺度。係咯，即係如果呢番説話咧係我講或者你講咧，個意義係唔同嘅，係嘛？即係如果作為公務員背景嘅資深公務員，而家準備競選特首，佢出嚟講呢番説話咧，我覺得咧真係可圈可點啊！即係佢咁多有啲學者即刻講啊嘛，喂，好擔心喎、啊，哇！喂，會唔會呢個人一上場咧，冚爛破壞曬啲規矩啊？啊，亂嚟，佢中意做乜就做乜啦，即係呢個結果為目標啊嘛，我即係只問呢個結果就唔問呢個手段啊，咁啊冚唪行歪曬咁嗱，你講得啱，好同意你講法，因為呢個人本身就係喺呢啲紀律喺規矩框框裏邊訓練出嚟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佢對佢嚟講咧，即係依規矩做事，依程序辦事係即係自然呢啲，所以 second nature 嚟嘅對佢嚟講，係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嘅事，理所當然噶啦。係嘛？咁所以佢話嗱，唔得，唔能夠俾呢樣嘢規限咗我，我要嚇睇多啲，我要睇下嗰個結果點樣。咁呢樣嘢咧，我認為佢嚟講咧，我覺得係唔，我就認為我哋唔需要擔心，或者係佢一出嚟啊，搞到掉曬啲規矩我。係，我相信都唔係唔呢個擔心都係多餘嘅。我只係覺得有意思、有趣嘅就係話，當政綱未嚟得切寫嘅時候。而家有呢啲嘅信息傳遞出嚟咧，我認為咧，都係無論從公關角度，或者從爭取人哋即係最大限度去了解到佢嘅特點咧、特性咧，或者佢嘅性格，或者佢嘅主張咧，係真係畫龍點睛嘅，係嘛？所以跟住落嚟咧，
一日政綱未寫好咧，佢仲陸陸續會講嘢咧，其實都係俾我哋多啲嘅參考去認識，即係李家超先生此時此刻佢諗緊啲乜嘢，係嘛？我而家咧就反為擔心咧，請我嗱，當然呢個可能係多餘啦，就即係時間好緊迫，即係你諗下佢而家先至喺度，即係喺度努力去寫個政綱啦。咁啊，我哋擔心。即係如果政綱真係有即係所謂叫急就章啊，啊咁而咧寫咗政綱出咗嚟咧，有啲人追數喎，係即係等於嗱，我哋即係前一屆2012年嘅時候咧，即係阿梁振英先生即係參選咁，有一個有份幫佢寫政綱嘅人咧，曾經私下同我講，佢話咧。梁先生出嚟講話，我而家要全部落實我參選政綱裏邊嗰啲承諾。佢話我聽到就驚啦，咁因為嗰啲承諾咧，當時咧都係即係幾個人匿埋喺間房度鬥出嚟嘅啫，咁樣。如果佢真係百分百行足曬咧，唔知係咪真係行得通喎？咁嗱，咁而家咧，即係我哋呢個選舉就係咁啦。因為咧，我哋唔係即係我哋唔係政黨嚟到主導嗰個選舉啊嘛。你諗下，如果係李家超先生，佢屬於一個政黨，一路都係有開佢嘅政綱，一路都係即係有開佢嘅政治主張。好啦，咁佢參選嘅時候，自不然就將佢嗰個一貫以來政治主張，就即係將佢具體成為嗰個施政嘅綱領啦。咁但係佢唔係啊嘛，即係呢個香港嘅特點，即係你講即係就算係林鄭又好，就算以前林鄭英都，佢哋唔係帶住一套好完整嘅、好鮮明嘅政治理念嚟到去。參選啲行政長官啊嘛，咁你有啲嘢咧，即係佢由邊度嚟咧？個政綱係點嚟嘅咧？即係根據啲乜嘢啊？即係佢搭起個政綱咧，嗰啲磚頭係邊度嚟嘅咧？咁樣咁呢個就令人哋擔心，逼住佢要即係喺好短時間內咧整出一套嘢，然後到佢當選咗之後咧，又變成佢嗰個施政嘅綱領咯喎。咁呢個係唔係真係最好咧？即係我哋有個疑問喺度啫。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張玉成同我哋傾偈。時事大破解，下回分解。